女性的连体衣，它会包你的大腿，包你的手臂，让你在活动的时候比较少阻力。像我这件衣服这样活动，很多阻力。梦梦这个，请跳一个拜。哇塞，这一件太厉害了！但这一件呢，就是很标准的英雄式的 cat suit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黑男，我是梦梦。今天呢，很开心，远从北部来到台南找我们梦梦，要请梦梦为我们示范几款 cat suit。猫？啊，对，你身上穿这个就是 cat suit， 它就是猫的服装。它从1916年发明的，主要呢是用来有些马戏团啊、厨师啊。舞蹈家其实很多种用途啦，那为什么是很像猫？因为它就是很紧身。大家这一种呢，它其实叫做女性的连体衣，它会包你的大腿，包你的手臂，让你在活动的时候比较少阻力。像我这件衣服这样活动，很多阻力。梦梦这个，请跳一个拜。总而言之，就像猫咪一样，从头到脚就是一件事，适合去的东西。开玩笑的。那这一件呢，是我们镂空的破坏连体衣。这种衣服呢，是莱卡材质，有弹性，我觉得蛮舒服的，弹性。穿的时候比较麻烦。对。那种连体衣，如果你有加设计的话呢，穿起来会比较绑手绑脚的，可能花一点时间穿。那梦梦觉得什么场合适合穿这一种连体衣？拍照的时候。拍照。或者是排队的时候。嗯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会越来越特别。下一件，那我们这一种连体衣呢，其实它在一开始就是专门设计给我们的飞行员穿的，它也叫做 jump suit。 在跳伞的时候啊，你要背降落伞嘛，然后身上有一些阻力的东西啊，它是属于比较功能型的。那 jump suit 呢之后才慢慢演变，变成给女生穿的，例如二战的时候。当然那时候连身服就是比较窄、宽松、宽大，你要在工厂里面做事情会比较适合。那像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几款都不是工作用，有表演服也可以用在体育的竞技上。哦，科技大家看一下这一件，这一件是我们镶金葱的全身连身服。刚刚其实穿这种衣服啊，你有一点漏的话它就会溢出来。所以穿这一种衣服的人，你要一直去锻炼，我觉得比较适合。那这一件呢，它是超级大露背，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它这个，对，它厉害的地方在这里。它其实还有附一个头套，小头。对，小头。很多人其实会拿来当韵律服。对，不同的材质可以用在体育上面，潜水。那潜水也是穿这样一体成型的，有些是跳水，还是水上活动，滑雪。对。那这一件穿起来是不是比较没那么舒服？对，就比较刺。对，它里面会刺刺，因为它有镶那个金葱在上面。仔细看呢，它上面有亮亮的镶在上面，这种就很闪亮，适合派对。派对型的连体衣。那我们最后一件，这一件真的是 cat suit， 有一点猫女的感觉。其实呢，这种 cat suit 啊，它的材质做起来就是弹性纤维和莱卡，只是呢，弹性纤维没有那么早发明出来，所以到1959年的时候，我们这一种女性连体衣呢，才全面改成弹性纤维在做。那当然不外乎英雄式的电影，例如说《蝙蝠侠》里面的猫女，她穿的就是最经典的 cat suit。所以呢，这种 cat suit 呢，通常也用在支配感比较重的女生身上的一种象征，因为猫女就是自己又邪恶，她自己又打击邪恶。好，我们现在最后一件，哇塞，这一件太厉害了！但这一件呢，就是很标准的英雄式的 cat suit， 但是猫女就是穿这样，它会拼接一些皮革，你要在胸前在这一条。其实这个在美国也叫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重疾风。你如果加一个那个高的靴子啊，骑重疾，猫猫骑欧多巴，会啊，我真的，那你可以穿这样去骑哎。你看骑这个去逛花园夜市，有在路上看过有人穿这样吗？没有。台南你就是第一个，很屌很屌。大家看一下全身，像说它这一样啊，它的皮革物件啊拼接到它的下半身去，它是透侧面。那先像这样 cat suit， 女生的连体衣、连体裤啊，现在都是做这一种就有造型。那像这一件呢，就是拼接皮革透视网纱的 cat suit。推荐给大家，这三件其实都蛮适合拍照的。黑豹的感觉也是这样子啊。那各位，兔年行大运。这样吗？这样了。梦梦今天给我们带来三套非常好看的 cat suit。梦梦的 IG 记得按赞，我是黑男，我是梦梦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然后要打左方向灯，然后转到底。
起了那手刹车。嘿，我们现在来到士林运动中心，我们要去运动，可以减肥，带我来减肥了，减肥之旅 Go。 现在要去那个停车嘛，因为运动中心的停车场是一下停车，等一下也要跟大家讲几个注意事项。好好，没有车翻过去，然后停右边这个入口处还要注意，那种地下停车场它的出入口都是一样的，同一个出口，不管是下去或是上来都要注意来车。然后这边呢要一定要开大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地下停车场很暗，取卡机的时候斜坡的话要打什么手刹车，自问自答，就打手刹车，因为它这是感应的。但是如果呢今天我们要取卡的话，有一些地下停车场的坡度比较斜，我们要取卡的时候必须先打 N 档或是打 P 档，因为打 P 档的话更安全，我自己会习惯打 P 档，要更安全的话就是打 P 档，然后再拉这个手刹车，这样车身比较稳，就不会上下移动，不然那条柱子要被我们撞烂。来，我们现在要进去咯，通常地下停车场一下去就是转弯，所以转弯处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慢。我们来找位置停哦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地下停车场呢，有很多那种家长会带小孩来购物嘛，或是来运动什么的，所以要注意儿童，因为儿童就是你知道的小小只的，然后还会乱跑，好被乱。地下都有那个箭头的标志，所以转弯处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慢。好，我们找到停车位了哦，这个位置有点还好，没有到太窄。来，对，然后要打左方向灯。然后转到底，其实我觉得我的停车技术没有到很好。然后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会先回正，然后再走进去。先拉过去。好，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点偏左了，他们又没有办法开车门，所以我们就回正。回正，有这样子就好了。好，打 P 档，然后记得拉手刹车，就完成了。对，然后停车的时候要注意看左右两边是不是都有带一个车门的间距。然后还有个节注意点，就是停车场他们都会有箭头，就是方向的标志，要注意看好，因为这样子才不会发生危险，车子会碰撞，毕竟这边都是车子，路也比较窄。停车的话车头就是朝外，因为这样子出去会比较好出去，因为你都是要倒车的嘛，那你就不如一开始停的时候就先倒好，不然你到时候出去的时候你要倒车会比较麻烦，这样会比较安全，然后也比较方便。以上是我们地下停车场的心得跟注意事项的讲解。